妈她常常是一个人，她一个人的时候都在做什么？我好像都不知道。我常常想象她忙着工作，忙着做家事，忙着煮饭，忙着跟朋友说笑。你给挂掉了。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看医生。她很爱拍照传赖告诉我她去哪里玩。她常常去拜拜，不知道她都跟神明说了什么。她睡午觉的时候不知道都梦到了什么。她又想成为那个做我妈妈以外的人吗？我常常忘记，在成为我的妈妈之前，她也曾经是一个少女，比现在的我还年轻，有对未来的盼望。我希望妈妈一个人的时候，那清楚胸皮里一个查某囡仔，让你快乐，让你水。喂妈，你在做啥？明仔有闲无？我休困，想要约你去看电影。咱这久无斗阵出去啊呢，看一出足好看的哦。当然好啊，听讲这出足好看的。本日公休，约妈妈看电影。